然后这边先通气，拿这里吸管插进这里面，然后这个小滑阀往里面一推，它就有气了。这个水盖头上来了，然后就插电，这次它的电源一插进去，到这边，这个是用水开关把它拧开了之后，它这里就有电，显示的有电。 然后这个是急停，这是启动，这是自动，这边是半自动。然后这个是调它的扭力，这个的话就调真空度，这个是减，负，这是加，加的话它就是等于说收。 瓶子里面的真空液少了，然后就好了，可以了。